抓住注意啊，脚下的。好的。到了那一下，算起来的话，我已经带他第八年了。他是个比较实在的一个运动员。那么他在全能这个奋斗的路上，就是我们讲这受了很大的挫折，屡战不叫屡败，屡战没成功，那么再战又没成功，那么再战，他如果要认准这个目标，他会不懈的努力追求下去。杨威当运动员的时候，他是一个，其实如果说条件的话，并不是一个特别好条件的运动员，但是他是一个特别刻苦的运动员。他膝盖的那个骨包比较大，然后做动作就没有那么的漂亮。那平时他就会用有压膝盖的这种方式去把这个腿呀、膝盖压直、压平。但是这些东西都是他在背后很刻苦的一种。方式。第一项，他比的是自由操。交叉转体180，做一个直起两周挂带。杨威后半段位的整套动作完成的滴水不漏。现在杨威已经比赛六个项目全部结束。金牌是杨威的了，杨威不容易啊！杨威，你的心血没有白花。衷心的祝贺杨威。小名叫什么？我小名叫杨洋洋。真棒，真棒，好棒！你几岁？你几岁？你几岁？岁。岁五岁，你属什么的？我属狼的。是吗？没有这个属性。属狼。好好好棒！是娜娜姐姐讨厌还是吴昕姐姐讨厌？都讨厌。是什么？零。零。哇！比你还会捧场哎、欸啊，好棒啊！我们杨洋洋会好多体操动作，下面就由他的教练、世界冠军杨威来做指导，好吗？来，杨洋洋坐，好，开始吧。啊，还有吗？前滚翻呢？表演一个前滚翻好不好？好，好回去继续。杨洋洋，杨洋坐，好，举手。前滚翻，哦，第二个，哦，结束。
结束，结束姿势。一模一样，满分。下一下一模一样哎，你真的有天分，九叔叔亲你了，特别像那个范儿。哎呀，谢娜姐姐亲你了，去开始吊环好不好？我们吊环，吊环要向观众，哎、洋洋要向观众亮相哦，要向观众亮相，面向观众亮相，面向大家，面向观众，杨洋洋坐。这个动作我都没看过，真没看过，你都没看过，我没看过。Hello， 杨洋洋 ，Hello， 杨威，你们好，我是你们的妈妈，我是何炅，我是谭小英，我是杨威同学的亲友们。今天呢，非常高兴，我们杨洋洋呢，作为快乐大本营的这个直通车的选派选手，上了《爸爸去哪儿》。其实他们俩这次去《爸爸去哪儿》的节目呢，我为他们感到高兴，因为他爸爸平时在生活中会比较的忙，很少有时间能够陪他。通过节目，他们俩能够单独的去远行，而且在远行的这个过程中呢，他们俩能够。克服所有的困难，我想这对他们以后绝对是一个非常难。他出生，我觉得没有那种像电视剧里面演的那样说这个特别特别兴奋啥的，一年之后吧大概，因为他看你的眼神跟看空气一样，所以可能做父亲的跟做母亲的不一样，母亲的可能怀他十个月在这个肚子里面就建立感情，父亲等到他开始看你这个有眼神交流，然后慢慢有话语交流，然后能跟你叫爸爸，然后慢慢能够对话，可能才开始建立感情。你来，一，要站起来，然后再继续来。你要是完成了，妈妈今天晚上回去有奖励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我是觉得把它当成一个翻版吧，应该。我觉得男孩应该还是要多去。我跟你说，对你来说，让他尽快的去，提前的成长起来。所以有时候去要求他的一些东西，基本上都是因为想让他尽早的去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只要是公，这个回到家里面的时候，一般都是会陪着他，而且是用心的去陪着他，不是那种特别敷衍了事的。被这么多人围着，你习不习惯？那你爸怕不怕饿？不怕。我也会坚持下去。我的大名叫杨文昌，我的小名叫杨。小名叫杨文昌啊，是爸爸杨威。第三个，第四个。
第五个，第六个。你哎哎，你还来，你还来，还来，你看你后面都松开了，松开了，松开了。二转头，走，三跳，对。好。老鼠看镜头。哎呀，这么抬不中吧你？我来。哎呦，累死我了。